我認為咧，選管會對於所謂嘅平等原則喺一啲網上嘅電台咧，其實我自己多少都有覺得有啲吹毛求疵。網上嘅電台係享受唔到政府俾嘅即係免費嘅波段，所以如果你作為一個多元化嘅社會，一個尊重言論自由發揮嘅社會，是應該任由網上的電台從它的政治觀點來去出發，來去吸納一些它認為可以吸納的聽眾或者觀眾，而不是吹毛求疵地將一些硬邦邦對現在一些拿了牌而享有大氣電波的電台或者電視，它們那些守則放下去網上的電台。因為現在這樣做呢，只會將言論的空間咧係收窄，而呢一個咧係對香港一個其中一個核心價值言論自由咧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咯。